人怨无在，故有人，书人之意。所以咱来讲，哦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三年经咱来教的，也是真正的代志。孔子里讲，人怨无在，人以为咱怨无在。我有人输人之，我想要做一个工作，啊，是就是另外一件事来。哦，所以咱想要改革自身，自身就来。咱想要来修学道，修学道的机会就来，哦。所以这就是孔子虽明求人不难，一切错之在我，能求就能得，哦。所以求人不难，一切错向伫咱家己本身，哦。咱想要求就难，所以人咱讲一句话，讲成功与失败，错之在我。哦，成功甲失败会吵起来，咱看本事。所以，我恳求咱在座诸位青年来得，咱今仔日得到道了后，咱唔是讲修道足困难，其实修道不困难。空性而家坦白来讲，我有人输人之意，我真正要修道来，我真正要做上天就甲咱比，我想到咱老话，拢唔免惊讲咱真正足够。尤其这个时阵，哦，是真正咱大开普渡无共宿命的时代，咱真正接受上天，哦，的这个机会，啊，所以爱好啊，是无啊，做一种失礼，啊，孔子、孟子都认为人类天生具有人格，孔子甲孟子呢，拢认为人生，哦，人类天生具有人格。人格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性之中，人格呢，哦，就是咱家己，就是在咱家己的心性内面啊，哦，心性之外并无人格，心性的以外无人格，哦，恁来看咱，接着咱的江苏在讲的，较早足侪要去前人，哦，前立风明书，万里求考官。啊，受着圣贤仙女来家指点，来家提醒了后，到尾啊，转来从开始，感觉讲话咧当着，前立方面出面出得了，你敢来赞？所以孔子赞道：为人有礼，有人无在。哦，伊家安尼讲啊，即句话咧为人，为人有礼，只有人无在。你真要达到，哦。人的这个境地是家己去做，不是别人替你做，也不是别人替你收的啊。所以咱要当了解。若讲我唔做，我的囝、我的孙替我做，免想。咱家己一国道的境地，咱都唔做啊，咱的囝、咱的孙要替咱做。人较早讲一句话，讲到上万人面头面，这是实的代志啊。哦，真个老无面人作践。无用的人做这，所以咱一定爱听。哦，圣人讲的，为人有己，己有人无在。啊、哦，所以人得完全自己，哦，完全由自己做主宰。有人救人的代志，不可言由别人甲你操劳。使用烦恼这个代志呢，哦，是咱家己的代志，要么咱嘛是咱家己要爱做，无人别人要替咱做。好，我们这样子。哦，明主张于七问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明主的七篇内面讲来讲，哦，七问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哦，七问之心，人之端呢？七问的心就是人行人的开始啊。这是明主的思想一贯的基调啊。明主的这些思想的一贯的理论。人格既是人之本性所固有，人格既然是人的本性所固有，不必向外去求取啊，唔免向外去求取啊。如果空性人讲我有人输人之，安尼才向外求取。所以我莫名想要去制自己的私欲，使自己的行为规划有理，
的时候，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大家要了解，大家要了解，哦，咱若想讲，要来克制咱家己的需要，嘛是咱家己啊，咱家己到位了，克制咱家己的需要啊，哦，使我咱家己的行为具有这个力，啊、哦，去计较到好底啊。这是几千年了形出来，啊，这地方的啊，大大不行啊。有时啊，又平时孔子今年已经得之美名，赞不绝口了。孔子呢，平常时啊，哦，无简单，无轻易，用这个真得个足好的这个名来赞不绝口一个人啊。哦，所以地主面拢感觉人道是这么难以得的啦。所以地主面拢想讲，真心道不是简单哦，不是简单会当去求到的啦。所以因为他是遥远之不可及的，所以哦，种地主是想讲，这个人啊，可能是有咱这么是简单会当来。哦，所以控制。三千弟子独占南岳，三国为人，究竟一国之言之义啊！啊，这个对个。哦，所以南岳是成为佛性，那为佛念地啊。因就孔子加以人万佛在，来指点我们用人知识一点心观啊。哦，因为大家拢在那怀疑啊，所以孔子呢加以人万佛在，人以为那么广。来指点他们，哦，用心只是一点的心愿，哦，只是讲你的心愿哪要真正的愿，一定恳求，哦，恳求出人道的方法去努力，哦，咱一定你若穿心愿，一定爱认真来恳，哦，恳求出人道的努力，有了这种的心愿，有了这种的努力，人道自然接近。你的心还在想，还佫配合你真正努力，人道自然接触到，所以是真容易啊。难的只是保全人道，还需要真正功夫。难的是困难的是讲，你保全这个人道呢，也需要真正功夫，所以真正锻炼，否则更容易流失啊。哦。咱来了解，要求到这个程度嘞简单，但是你爱教我们来固定目标，无麻烦写就好。哦，过来三十个，因书百文，因书百文，交工比例好，交工比例好，工资嘛，工资啊，比例，工资腿，工资腿，一无马蹄。六五马蹄轻轻，我闻君主不动，我闻君主不动，君主也动，君主也动火，君主无我为当先，为之我愿主，君以地利，孝不地利。五马蹄一个，住马，莫亚兴，我有个，人必低级，行不言昏昏，住不言还无个，这两个火花呀。心就是讲温柔，微微变柔。做囝人，嘛讲老爸唔对，主不严父过。人来讲恁老爸安怎样安怎样，咱就讲黑龙江做啦，黑龙江家己去做啦。所谓过，安尼做囝人当个。哦，人来讲咱的亲人安怎，咱唔通继续长命讲，安尼对唔对？所以这种的宗旨呢，孔子对
言不温的过性，并贪言心情主义的过性。孔子呢，伊呢，绝对无讲伊不温的过性。伊并且呢，真贪言心情，伊家己过性。这种的记载，这种所记，孔子在临死时的一段对话。故则端将公五年的这个记载，都将公在晋国处处标言兵游猎。都将公这个时阵，伫晋国呢处处标言了足游猎，所以当时了认为讲将公是游猎，人认为讲将公是游猎，所以了将公呢来娶五女的这个。这交通的是鲁国，鲁国的一个大事啦。来伊进攻遐时阵呢，伊算是拢工作方便，所以时阵人来拢很方便。因鲁国也是修条，修条修工的无大问题，所以修工的是人工工地哦。上面这个小高明来评价，都对这个内涵拢做注意啊。这个呢，吴明主呢，这个呢是鲁国的一个大事，一查某囝。但是呢，什么原因拢唔知改姓国，改姓。所以呢，这个时阵，鲁昭公伫晋国出的时间比较。当时人啊，就是讲交公伊个，但娶了这个国女的这个代志，显然了分不了你个，因较早同姓不分，要进无相识，要进无相识，进你个看，卖讲同姓的结婚，查甫也使娶查甫，查某也使娶查某，就卖进无相识，孔子呢，却为伊不善，孔子呢从这。唔对嘞，应该安抚嘞，伊就是讲，所以殿国以疏忽怀疑，殿国的疏忽怀疑控制有患力，有助立威治安义啊，还控制迄个时阵嘞，殿国这疏忽官怀疑控制，有暗藏人的唔对的这个怀疑啊，也将也怀疑。将功认为真正的敌人，嘛可以讲这鲁将功是真正的敌人。可是这个代志呢，在孔子来讲呢，拢是合理的，因为古代神主有为国君为恶之类啊，较早古代神会当为了国君来暗藏伊的唔满伊的过错，提供原因。做大为国王立业，立其封其天下王，先积善根，后积善德。好诶，就讲为好；过错诶，就讲拢家己过错。先积善根，后积善德。所以咱之前呢，伫咧思考工作当中，咱会用了解。对咱的前人者，咱袂使讲伊的过错；对咱的是大人的过错，咱来替咱是担当。做各职前记哦，唔对哦。那么若安尼呢，责任足重哦。若安尼呢，这个面就咱来到中来经营。先职前。七两古就千里啊！他做好诶，咱去做好嘛。讲，即拢阮老爸去完成，阮老爸安尼教阮做。伊若唔对诶，即拢咱无对，即边做好。然后咱，咱个姊妹大家是好多方面，慢慢啊，互咱个老爸好了解讲，我做唔对啊，阮囝都把我打了了，阮即个囝真歹。所以是君亲之。有欲养志，所以，
常常慢慢去啊体会啊，这种了，就是咱慢慢去啊体会，慢慢去啊了解。咱做人的囝，做人的父亲的人，要安怎做？安怎做？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咱以前很多过程中，以咱人生的过程中，咱了解足济，了解足济。哦，讲圣人作法，通通有。圣人的代志呢，当作就作这一种代志，互咱了解。孔子必为老君，为恶在人。天道驸马去转过殷墟拜的这个典故了后，孔子呢，听到这个殷墟拜呢，把这个驸马去讲哦，孔圣人，咱拢不管做，不管做，无影啦。所以孔子听到安尼了，伊答因为自己的过失，讲报之可。哦，人的知识，哦，我的心，哦，我有个知识，哦，我作来嘢，我唔叫人知啥呀，安尼呢，即款呢，来积累根本，哦，以前用伊积累根本，哦，伊有个知识实在是完全做到，哦，先积千根，后积福，千地也成就，很奇怪，但看你怎样来定开去了解。咱是学到要安怎做，对咱家庭、对咱社会、对咱个团体内面安怎做，慢慢去个研究，在咱人生个过程中，咱更加有体会。安尼，道不比咱走会出来，啊，咱人生一旦咱走会出来，咱知道，咱知道，哦，啊，贵处个所在，可能在就是咱个文化、文化，互咱在所发现，讲个是讲。三千六百，啊，好好的，啊，高度比较好的，高能的，啊，可以跟那个，啊，万里啊，这样子。